场，然后再过去是棒球场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这一站的捷运站叫做 National Stadium 嘛，国家体育馆的。对啊，国家运动馆。好吧，还不错哦，那边还可以有游泳哎，所以就是各项主要比赛都有了。漂亮吗，飞？代表漂亮，好多人在楼下跑步哎，你要去跑一跑吗？不要啊，我会死掉啊！我昨天走很多路啊。哦，好，拜拜。拉这个小腿就变得紧，这样子。走吗？